菲菲再度携手合作，展现不同以往魅力。你平常是一个很害羞乖乖的小男生，可是你在跳舞的时候你是一个 bad boy， 尤其是在这个音乐里面，他不需要一点坏坏的感觉。然后你们这样的年纪，你们完全把舞蹈需要的挑逗挑衅都跳出来了，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棒的表演。周日晚上8点，中视超级魔王大道。